21分完全扑灭。如果原因交由本局火灾调查科调查中。经报案人表示，现场有一人受困待救。救灾人员车辆到达现场后，立即的确认此时是灭火攻击及人命受救，并于二楼后方寝室发现一名男性伤者55岁，现场已无生命征象。